主料：面粉210克，鸡蛋一个，木糖醇60克，玉米油110克。辅料：泡打粉3克，小苏打2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所需的材料：面粉、木糖醇、打好的蛋液、玉米油、小苏打、泡打粉。首先把玉米油放在无水干净的不锈钢盆里，倒入3/4的蛋液，再加入木糖醇，用大抽把材料混合均匀。面粉加小苏打、泡打粉混合均匀后，过3-3里合成面团，把面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然后用手揉圆压扁，放在铺了油纸的烤盘上，在每一个胚子上都刷上蛋液，放入烤箱130度烤15分钟。看到颜色变成金黄即可，这是成品。烹饪技巧：每个烤箱的实际温度都不一样，请以自家的烤箱脾气为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